望有一个我们新的方向、新的意向、新的气象。我有一点盼望，也是恳求，好不好做在一半后面的全部都做到前面来。我从台北来，希望你们从后面来。欢迎，欢迎过来，欢迎过来，好吗？请。好吧，坐到前面，我相信对你们一定有帮助，对大家也有帮助，对我也有帮助，让我们能够一起到前面。我想这一次我的主题说神怜悯我们。那最主要的希望是在关系上面。我期待，我也祷告，我也知道我们在台湾很多的人为这个聚会祷告。我盼望神真的怜悯我们。那期待，期待这个聚会中间让我们，我盼望的就是在关系上面。我们能够有很大的突破，我们在家里面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在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带来很大的突破。那第二个，我也在这里特别，今天晚上特别谈到的，就是特别是两代的这一方面。那我等一下我们会来一起读几节的圣经文，不过我在这里特别我相信这样的信息对我个人来说是这几年是很新，我也相信可能我们没有听过这一方面的信息，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好不好你跟旁边的人说这是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好好一起来领受。好，就是说，这是很重要的信息，不能睡，不能睡觉。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注意到说，两代之间，或者是父亲跟儿子之间，不管是家里面，或者是属灵的父亲跟属灵的儿子，这一件事，还有我们做神的儿女跟天父之间这一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这一个关系会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而我们可能我们过去没有发现，或者说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所带来的影响非常大。我想，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看到当以利亚跟以利沙在最后的时候，以利亚往前走，从西甲一直到伯特利，一直到这个约旦河，我们看见，然后以利沙一直跟，最后以利亚问以利沙说啥？你要是啥？他说但愿感动你的脸颊，对你感动我。那以利亚说什么？你所求的难得。但是当我被接升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而我们看到，当神把以利亚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喊啥？他不是说先知了，或者说老师了，他说我父了，以色列的战车王耶。当他真的从里面认出这个以利亚是他属灵的父亲，而我们看见那个加倍的灵、加倍的恩膏就在他身上，而且不只是这样，也以利亚行了七件神迹，但是以利沙行了十四件神迹。我们再看以利沙后来病得快死，
行的十四件神迹，后来最后病得快死的时候，国王约阿斯来看他的时候，这个国王看到伊丽莎喊啥，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病了。然后伊丽莎就跟他说啥，说你要把剑击打地，击打山下。伊丽莎就跟他说，你不会只是打三下，你只能够胜三次，你只要打五下，你就会完全得胜。所以我想，我从这个里面来啊，做今天的一个我们一起来思想的引言。父亲儿子这一件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学习做儿子？我们怎么样真正学习做儿子，然后我们能够成啊，而且也学习做父亲这一件事？而两代之间，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啊，我们来啊读啊这个啊这个经文，我们啊马拉基就是这个旧约最后一卷、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他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祸来咒诅遍地。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十七节来。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我做传道人已经超过五十年，但是我觉得非常可惜，我觉得这样重要的信息，我过去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而我发现，当我这几年，当我更多在这个里面来思想，而且也来实践的时候，所带来在我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整个国度里面所看见的、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有一个教会，当我要讲到他们在敬拜，那我一个人安静，我在那个牧师他们教会的牧师的房间，我一个人在那，当我在那安静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好像我不是一个人，忽然感觉好像有三个在那里，好像在那里开会。那么我感觉到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在那里。然后好像我听见，你们听见天父说，我要来结束一个无父无子的时代。然后听见好像耶稣回应说阿们，我要来执行结束一个无父无子的时代。我仿佛听见圣灵回应说阿们阿们，我要来完成结束一个无父无子的时代。有父亲这一件事，对一个家庭、对教会、对整个社会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为什么是一个无父的时代？为什么这个无父的时代是一个咒诅？而我们看见无父，有一种无父，就是真的好像是孤儿，没有父亲。我爸妈，我到93岁在圣地亚哥，我哥过世。当他过世的时候，我就从台湾赶来。当我进到
那个殡仪馆，然后进到里面看我一个人在那里，在他的棺木面前的时候，我仿佛听见有一个声音说：“你是一个孤儿，你是一个完全的孤儿，因为你妈妈过世了，现在爸爸过世了。”你的岳父过世了，你的岳母过世了，但是另外一个声音说：“不，你不是孤儿，我是你天上的父，而且你的父亲到天上了，在我这里，你的岳父也在天上，在我这里。”是有一种孤儿，就是这种孤儿，没有父亲。我祖父39岁就过世，留下我祖母、寡妇，还有我爸爸7个兄弟，这是一个孤父，没有父亲。但是感谢神，我想这件事就是说，是我爸爸很小10几岁，他们7个兄弟就没有父亲，但是天父照顾他们。但是我想在这里最主要的是说，是这种无父，但是另外一种无父是更可怕的。那个无父是父亲有没有父亲？有父亲，但是父亲是缺席的。父亲有一次有一个法官在审问一个年轻人。他问那个年轻人：“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父亲的名字叫什么？”当他讲到他父亲的名字的时候，那个法官非常惊讶，说：“哎呦，你父亲跟我们，跟我的老师同一个名字。”他说他是我们国家的法学权威，我读他的书，考上成为法官。那个孩子说。那个不是同名字，那个就是我父亲。他说：“当我父亲写你考上法官，帮你考上法官那一本书，他用差不多5年的时间写那一本书。那5年，他在写书。我每一次有事去找他的时候，他讲说不要来找我，我现在写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就是那5年，我变坏了。”那一本书帮助你做法官，那一本书害我今天做一个犯人。我们在这里看见无父的时代，不是说没有父亲，那个是一个无父的时代。但是有父亲，但是父亲是一个缺席的，或者是失职的。我们也在这里看见很多时候是我们做父亲，我们看见很多人。有一次我跟十几个一起服侍神的一些人在一起谈的时候，每一个谈到父亲的时候，心里面都很伤痛，想到父亲好像很难想到。我们看见讲到父亲好像很少一些一些书能够有一个专门说就是鼓励一些人写父亲，他们想到父亲他们的优点，但是他们那些写的人想到差不多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好像父亲总有很多的遗憾在他们的里面。我们也知道母亲节跟父亲节。母亲节就要开始庆祝的时候，全世界很快就庆祝了。父亲节就是说，哎呀，只有母亲节应该有父亲节，但是你们知道，父亲节要开始很难，然后开始以后到现在很少人在庆祝，好像庆祝不起来。为什么？很多从父亲那里所得到的是一种伤害。好像很难。我们父亲想到父亲的一篇最有名的文章是什么？背影。为什么？因为这里面不大好看，很不容易看，看得很难过。
这是一个无父的时代，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更可怕的不是这样的。无父的时代其实是很多的时候不但是父亲缺席失职，而且是被父亲背叛伤害。多少我们看见，就是我们的很多我们的同事同工，他们的父亲在他们小的时候背叛他们，背叛他们的母亲，背叛他们在外面。有我们台中的两个有一个师母，他爸爸妈妈生他以后连续生了10个都是女的，这个爸爸在外面跟另外一个人一次就生男的，他们知道妈妈知道我这个父亲我不要，背叛我们伤害我们，一直到他信主带领全家信主才饶恕他的父亲，接纳他的父亲。我们看的是多少时候，我想我们甚至更严重的是父亲强暴他自己的女儿。我想我知道就是什么样，他被父亲强暴，这是无父的时代。尤其是不是没有父亲，而是父亲失职，父亲缺席，而且是父亲所带来的伤害跟背叛。当然另外就是属灵的父亲，我们不但是需要我们肉身的父亲能够成为我们的遮盖，能够成为我们的保护，我们也需要属灵的父亲。但是也多少时候我们可能我们对我自己来说，我学习做牧师，但是我好像知道我应该做一个有为父的心。保罗在刚刚说那个圣经说，师父有依赖，但是为父的不多。在教会里面，师父有依赖，很多的牧师，很多的教师，但是有多少真正有为父的心？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能够跟谁来倾诉，甚至有一些时候，给人家我就要说包含我自己，在不知不觉的里面，不知道伤害了多少神的儿女、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无父的世代所带来的那个影响，所带来的多少时候我们看见这样的人，以至于他们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间，一方面他们没有办法很正常的在情绪各方面成长，以至于导致他们在以后的人际关系上面，因为跟父亲这样的一个关系，以至于在人际关系上面，在他们心里面，我们会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用一种就是好像一种孤儿的心态、孤儿的灵在他们里面，很容易比较，很容易计较，甚至是一些书籍后，在教会里面，人际关系也常常很多的时候碰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他慢慢发现，在他们里面，他们小的时候所受的有些的伤害，在他们生命中间，特别从父亲来的那一种伤害，在他们里面很深很深，一直到他们在天父的爱里面真正得到天父的爱的一个浇灌，以及在圣灵里面得到释放，不然那个东西一直不但是随着他
他们慢慢的成长以后，不管是以后他们做丈夫或者做妻子，或者以后做父亲做母亲，好像很带来因为过去受的伤，以至于成为伤害别人的人。很有容易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对，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控制。很多时候那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跟父亲的关系，以至于已经在那个时候所受的一些伤害所带来的一个影响，所带来的影响。当然 我觉得包含特别我们不是也不是没有缺席，也是有父亲，但是我们华人我们很不容易，好像做父亲表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对我们的儿女都是比较批评，比较是责备，比较不会肯定。以前我们看见，当以前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到我办公室谈，后来，哇，他就很生气，他说：“爸爸，你都是说我负面的，你从来没有肯定过我。”那么我被他讲的，我也没话讲。但是后来我讲，我说：“你需要肯定，我也需要肯定，你有没有肯定过我？”我说有一次，好像别人跟我说啊，别人问你说你最佩服的牧师是谁？你想一想，后来说，我佩服我爸爸。然后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这样讲？都是啊，讲。他说：“当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了，我高兴很久，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这么在这里听，我说，在这里让我看见，为什么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神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天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啊，何等啊，在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另外是个原始的世代的一个咒诅，没有父亲，有父亲，但是好像没有父亲，或者是有父亲比没有父亲更悲惨。另外一个是有儿子，但是那个儿子比没有儿子更惨。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可能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注意过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念：来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在其中的城邑呢？这里说论亚门人，亚门人是以色列的仇敌人。当他们论这个敌人，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以色列没有儿子吗？以色列没有儿子吗？以色列没有成长的可以承担责任的儿子吗？为什么敌人占了以色列的土地？为什么偶像霸占了整个这个我们的心灵？因为什么以色列没有儿子，没有真儿子，没有一个长大成人可以承担责任的儿子？我们也在这里看见咒诅是什么？父不父，子不子。有没有父亲？有父亲，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父亲。有没有儿子？有儿子，但是儿子不知道怎么做儿子。父亲的心背离了儿子，儿子的心背离父亲。这整个文化大革命还好，告一个段落，不然是把父子的关系完全搞乱，坏坏坏。我们看到有儿子跟没有儿子，到底是我们看到当时也许有儿子，有儿子，但
但是有儿子，有真儿子，有真正可以起来承担的儿子，跟没有不能承担的儿子不一样。当哥利亚在人骂阵的时候，没有人敢出去打仗。以色列没有儿子吗？以色列没有军队吗？而我们看见大卫的几个哥哥长得比他更高大，但是不敢出去打仗，因为不是真儿子，不是神的真儿子，不是耶西的真的儿子，但是大卫面对哥利亚，我是神儿子，我是耶西的儿子，我是以色列的儿子，我要跟你打仗，你靠刀靠枪靠枪，我靠冠军的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就把哥利亚巨人大大大的，我们看见在一个教会有没有儿子，有没有真正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生命的儿子，跟一个教会有没有前途有很大的关系。不只是信徒，我们就说那神需要什么？需要儿子，是真正儿子，而且是长大的儿子，是可以承担责任的儿子。我们在所以在这里求主帮助，神一样，神家有没有儿子？在当时以利那个时代，以利有两个儿子，都比撒母耳更大，但是不像样。而有这两个儿子，甚至到最后什么，神的荣耀离开，为什么？神受不了。以利，你已经让我受不了，你两个儿子更让我受不了。你知道怎么做夫妻吗？你的儿子知道怎么做儿子吗？但是我们看见撒母耳，当撒母耳的母亲在那里祷告，我没有儿子，我没有儿子，我没有儿子，神当神应许给他儿子的时候，他知道我要儿子，神家更需要儿子，所以他把撒母耳奉献给神家，需要儿子。而当撒母耳起来成为儿子，成为真儿子的时候，整个时代就整个转变过来了，因为有儿子。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成为儿子，我们需要成为真儿子。在教会里面需要有儿子，需要有神的儿子，需要真正的做神儿子，而且有父亲，有为父的心，而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两代连结的时候，我们看见所带来的是整个不只是教会兴旺，看见整个家庭不一样，教会不再一样，整个城市国家不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是在大而可畏未到以前，神要兴起以利亚来，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然后接着400年。之后，当施洗约翰有圣灵的时候，一样这个话又来了。神要兴起以利亚来，要预备何用的百姓，将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我相信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非常看见感谢神，我觉得我刚刚讲到我做传道人这样久，但是好像我太注意了，
但是感谢主，大概是最近这十年，我开始知道说，我需要学习做儿子，需要学习做属灵的儿子，需要学习做天父的儿子，然后我才能够慢慢可以学习怎么样做父亲，怎么样做属灵的父亲，然后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我有两个儿子做牧师，但是我们刚开始也是不太容易，我们就觉得好像两代在一起不是，有一些的问，有一些的代沟，有一些困难，但是慢慢知道天国的尊荣文化。我的儿子当他领受天国尊荣文化以后，他开始对父亲，他开始对属灵的长辈不一样，他开始学习转向父亲，转向属灵的父亲。当我慢慢学习的时候，我开始学习我怎样学习转向我的儿女，转向所有好像比我晚一辈的这些服侍神的人。神在过去这几年让我学习，不只是我的儿子，所有那些服侍神的，包括张东松牧师的儿子，包括这个啊，就是说这个郑普仁牧师的女儿，包括我都把我都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学习做父亲，做属灵的父亲。不但是做父亲，而父亲不是一个头衔，父亲不是一个权利，父亲是一个责任。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有为父的心，而为父的心能够有信任感，有安全感，有责任感，而且心里面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就发现我们整个家里，我们的气氛不完全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我们也看见他们教会两代之间能够彼此转向，我们在教会里面父老能够学习转向年轻的一代，年轻的一代能够转向父老，是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们的个性很多的习惯不一样，但是可以不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可以。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跟我儿子孩子到现在我们有一些看法是不一样，穿着还是不一样，我们的兴趣很多还是都不一样。我说好不容易找到有一个比较像一样的，我儿子喜欢钓鱼，我也喜欢钓鱼，但是后来出去钓鱼我才发现不一样，他喜欢钓，我喜欢鱼。他可以在那里钓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没有钓，没有摇，他继续钓，我三分钟不摇我就钓了。然后他钓到大鱼小鱼都把它丢回去，我钓到大鱼小鱼全部拿回家。然后他啊花钱找导游啊帮他啊这个钓，我从来不花钱钓。不，我但是可以不可以？可以，不一样。但是我可以合一，可以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这几天在美国，他们在纽西兰，哇，一直传赖过来给我看见电话，哦，很大，又有一条，又有一条。我昨天打电话说，这一次有没有拿回家？妈妈说有，我在这里，我就叫他拿回家。好，是，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对各我们来说，对教会来说，我觉得能够有儿子，有真儿子。教会里面有儿子，有真儿子，而儿子是会转向父亲的，是会尊重父亲的。当这样的时候，我们看见时代会不一样，教会会不一样。
我们的家庭会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神，刚刚我提到的，这也是为啥我大概在三年前那一次，我在高雄那边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安静，他们在敬拜，我在里面的时候，仿佛我听见，好像三一神在，好像在开会，好像他们做一个结论，不是告诉我，而是好像是神说我要用一个结束，一个无父无子的时代。耶稣说我要来实行结束无父无子的时代。圣灵说我要完成结束一个无父无子的时代。我非常感谢神，我看见这几年在台湾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家庭，两代之间开始关系不一样，两教会的两代能够合一的时候，教会也完全不一样。我会看见神在香港，在中国，在很多的地方看见神在做这样的工作，耶稣在实行这样的工作，圣灵在完成这样的工作。因此在我的里面有一个祷告，期待说，神啊，求你来。那么我看见神也在这里，在我们必须要做这些，圣灵也来工作。因为这不是我要做，我相信这是神要做，我相信神要做在你的家庭里面，我相信神要做在我们在自己的五间教会的里面，要来结束一个无父无子的时代，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而很多的时候，其实关键有时候不是从我们的儿子，我们不要一直觉得我们父亲一直觉得我们的孩子长这样子，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教会的年轻人长这样子。很多时候可能需要什么？需要从我们开始，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到底是谁先转？其实我觉得很难说哪一个人先传，但是对于假如我做父亲的，我们要说我是先传。其实是谁先传？先传向天父的人是先传，先让天父的爱所充满的人，这样的人是先传。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儿子超自然的觉醒》。这是一个牧师，他做牧师，他的教会也增长，也做得很不错，到他的派来的人。但是他发现他做牧师做得很痛苦，他发现他的师母也很痛苦，他发现他的女儿也很痛苦，他发现他的信徒也很痛苦。后来神再次让他看见，在他生命里面其实有很严重的伤害，是从他父亲所带给他的伤害，以至于他虽然信主，虽然做牧师，虽然已经做丈夫，已经做牧师，已经做父亲，但是他里面还是充满了那种过去的伤害，以至于那一种孤儿的心态其实还是在他的里面，以至于他常常不知不觉伤害了他的妻子，不知不觉伤害了他的女儿，不知不觉伤害教会的弟兄姊妹。一直到有一天他再次看见真正在肢体，好像天父的爱再次真正在他们里面，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
而那个爱不只是在头脑里面，那个爱真正进到他的心里面。你看父慈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那个爱再次很深的浸泡他，在他的里面，就是他开始有一个觉醒，我是天父的儿子，我是他所爱的，而他的爱在我的里面医治了我，他的爱在我里面释放我，然后他看见，他发现说，他开始来再一次用这个眼光来看耶稣的时候，他发现耶稣在世上只做一件事，做儿子，从生下来一直到30岁，做父母的儿子，然后30岁，当然12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父母找不到，然后父母说：“你为什么让父母上心找你？”然后他讲就说：“说岂不是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但是圣经里面说什么？他就顺服父母，回到家里，一直到30岁。他做什么？没有讲到。他做什么？没有写写圣经。他做什么？做儿子。然后后来他做什么？他做儿子，做天父的儿子。耶稣说什么？我听见父所说的，我就才说；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我不说父没有说的，我不做父没有做的。阿门。我就是做，他就是做儿子。其实他也学习，从一个角度来说，好像也学习做属灵父亲的儿子。虽然施洗约翰他跟施洗约翰说：“喂，你给我受洗啊，为我施洗。”虽然他说我不配，我跟你姐姐来都不配，但是他说我一定当尽主他的意。从这个时候来说，你是神所设立的一个代表。所以我好想尊你，好想把你当作好像属灵的父亲一样，你为我施洗，你担尽主的义。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书的作者，他开始说，我需要再次学习耶稣做儿子，不但做天父的儿子，也做父母的儿子，也做属灵父亲的儿子。我很快提一下，就是说，神后来有一天，神感动他要跟父亲道歉。他的父亲后来他小的时候，父亲是教他网球，然后就教他一直骂他怎么笨，怎么这样，所以他不要他就不打网球。然后后来他头发又很长，12岁的时候，他叫他。把剪断，他不剪，他的父亲就把他摔在地上，他剪头，剪他，后来他就离家出走了。然后后来神爱他做牧师，然后神爱再次从在他的里面，他学习做天父的儿子，让天父来充满他。但是说你们不只是做我的，你要做你父亲儿子，你要向他道歉。然后他去跟父亲说：“父亲，对不起，我离家出走以后，你几次来找我，我都不见你。我伤你啊，我也伤你的心，希望你原谅我，饶恕我。”他父亲没有兴趣，他父亲说：“这个叫谁教你的？”他发现这个孩子怎么可能这样？因为以前。就是他是耶稣，我也没有来向你道歉，做牧师也没有展现，所以他必须是谁教你的？然后父子彼此拥抱。后来隔一年，他的父亲打电话给他，他说：“儿子，你一直要我去教会信耶稣。”他说：“我上礼拜去教会，我去信耶稣了。”
但是不是因为上礼拜，是因为你去年当年向我道歉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我把你祖母给我的圣经每一天都看，因为我知道我儿子会向我道歉，这个神一定是真的。上个礼拜只是借着那个机会，我表示我要信主。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学习，因为儿子做儿子，不但做天父的儿子，也学习做父母。我们的父亲甚至是伤害我们父亲的儿子，而这个所带来的宗主离开神赐福所带来的那个赐福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也学习做属灵父亲的儿子。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父母时，他跟主任牧师最近关系蛮好的，但是他里面那时候以前还是充满了表现，想要表现。那个主任牧师感觉他跟其他牧师那些那种想要表现，想要增进比较计较，所以那个主任牧师对他就慢慢觉得有点失望，然后他就对主任牧师就更失望、更气，然后气后来他就离开了。离开那个主任牧师，他另外去找他做其他的事工，一直到他在真正经历天父的爱的时候，然后神让他说：“你不但要做我的儿子，真儿子，你要做你父亲的儿子，真儿子，你要做你属灵父亲的儿子。”然后有一次，他要到乌克兰去讲道，他的师母就说：“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问以前主任师，要不要继续？”他说：“不要，不可能，他不可能跟我继续了。”他说：“我师母说我做梦，梦见你以前主任师跟你去。”他第二天又做梦，他说：“你打个电话给他。”他说：“不要。”第三天又做梦。后来他就打电话给那个主任牧师，那个主任牧师说：“哦，我本来很最近这几年一直想去，但是我一直找不到机会，所以你要去，我跟你去。”他就说：“那牧师这样吧，我去讲七堂，那么你帮我讲三堂，那么我讲四堂。”那个主任牧师说：“不，我这次可以去七堂，全部讲。”然后在那个聚会的时候，他讲天父的爱。整个圣灵工作在整个会场很大的运行，然后那个主任师回来跟他说：“你第一个到我的教会来，你我需要这样信息。”从那以后，神就很大的祝福使用这个牧师，因为他得到属灵的产业，做儿子。是成熟产业的，是成熟产业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做儿子，不知道怎样做神的儿子，所以神的产业。当以撒知道做儿子的时候，那个加倍的灵就在他身上，就是成熟的属灵的产业。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不只是做信徒。我们学习做属灵，我们做天父的儿子，我们做父母的儿子，我们做属灵父母的儿子的时候，我们承受神的产业，我们承受我们父母的产业，我们也承受属灵父母的产业。所以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整个的救恩其实不只是让我们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让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救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了长子。我们熟悉28节，但是我们不太注意29节。其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最大的益处就是29节，让我们这个原文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有权柄做儿子，不再是仆人，不再是孤儿，是儿子，而且不但是儿子，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神样的儿子，而且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做儿子转向天父，做儿子转向我们肉身的父母，做儿子转向属灵的父亲父母，我们会看见做主的爱，神的赐福祝福不断的不断的下来。我就觉得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期待让神在我们里面来工，让我们能够真正看见我们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有父有子而且认父认子的时代。我们有父，天父是我们的父，我们有父亲，虽然我们肉身的父亲不完美，没有一个完美的父亲，也没有一个完美的儿子，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尊荣我们的父亲，包含曾经伤害我们的父亲。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咒诅从我身上出去，咒诅也会从伤害我们的父亲身上离开，让我们的父亲能够领受天上的祝福。当我们学习做属灵的儿子，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属灵的父亲是完美的。虽然这样，但是我们转向我们属灵不完美的父亲，尊重他们，我们会看见神的恩典产业临到我们身上，神的赐福也临到我们属灵的父亲身上，所有的咒诅都离开，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分裂、所有的纷争，那些咒诅离开，神的赐福就会不断的、不断的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神在过去这十几年，神开始让我们有一点点、一点的学习，学习怎么样做儿子，做属灵的儿子，做天父的儿子。也学习做父亲，学习做属灵的父亲，就看见神的赐福更多更多更多的领导。我想假如说台湾过去这十几年不只是合一，而这个合一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两代的合一。而当两代的合一这一件事，这个慢慢多更多更多更多，就看见神所带来的祝福。是所以盼望保罗所说的师父有一万为父的都多，但是期待说什么？求你让我们有更多更多，在教会里面有更多更多愿意做父亲属灵的父亲，愿你转向儿女。神啊，求你让我们不只是做牧师，让我们做有一个回复的心，让我们不只是做教师，让我们不只是做长老，让我们有一个回复的心，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看成好像我们最宝贵的属灵的儿女，爱他们，宝贵他们，成全他们，期待他们比我更好，期待一代比一代更强。我们就看见
儿子，属灵的儿子，会长大成人，而他们也成为父亲，成为属灵的父亲，会看见神所带来的恩典，在个人身上，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甚至在神的国度里面，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景象。求主来施恩，好不好？我们一起祈祷。